曾经骗人，所以我们比别人更担心被别人骗。我无数次想象过，什么时候我们俩可以合理合法、问心无愧地在一起。离婚证还是热乎的，人已经走得无影无踪。老公的外遇就像一场滔天的洪水，好好的一个家就遭了灭顶之灾。欺负日记本已经过万了，说的不就是我们的事情吗？你别急，我给你钱。你想全身而退，你想毫发无损，你想凤凰涅槃，那是做梦。总算不用再藏着掖着，我离队了。离婚你后悔过吗？我看后悔的人是你。我现在可以光明磊落的追你。咱俩都是贼了，别的贼偷东西，咱俩是偷情，那就是为了伟大的爱情。我现在没有被爱的感觉，只有被骗的感觉。你现在是在玩火。出轨也是玩火，你不也没事吗？